麻烦东新请就座吼，咱小等要开始上课啊。麻烦同心就位哦，我们等一下开始上课了。好，麻烦同心，请尽快就位哦，谢谢。哎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！哦，要有精神啊，上课要有精神啊。迄个特别讲以前吼，我透过咱的空中啊，即空中吼，因为咱的海外的同学甲咱的乡亲拢有咧看。我顶礼拜讲了的时阵，拜一就是顶日拜一。暗时爱心咯，有迄个巴西，吼、哦，咱的东西嘛是咱的同乡吼，卡电的服务，所以就看咱的上课安尼，相当肯定诶，咱的讲法。啊，所以呢，透过这个空中的交流吼，啊，就感谢咱巴西县市的咱的同乡，咱的同心。哦，会当伫即个另外等于即个迄边是另外一个世界哦，伫南美洲遐吼，伊用着暗时也无困哦，啊看咱的节目，啊所以透过即个空中吼，那如果咱这信息诶，咱的同心同乡，你长老看到，吼安尼你就知影我讲意思。如果你长老无看到，那么今仔日你来看会到，因为有一人建议，就希望咱的秘书长讲到咱台民政府的政策其中一项，就讲十八岁以上呢，啊，以后的时吼会当发一间厝。但咱的同乡间建议讲哪呢？伊讲条件吼，甲秘书长建议啦，讲爱会晓讲台话啦。哦，爱那个，哎，这啦就真好了吼。啊，结果这个代志反映了的时阵吼，秘书长伊讲，啊，咱本来就讲啊，本土的台湾人啊，所以本土的台湾人就靠资格啊，
吼、哦，我想讲咱巴西，咱这中心中央吼，你知吼，咱的条件一定是本土的台湾人。主要咱讲台湾的时阵吼，只有争议性嘞，唔是我即马咧讲的时阵哦，会当讲你这叫做台湾话呢？嗯，安那高山做原住民遐吼，伊来抗议呢？啊，我讲这也是台湾话呢，我免啦，啊，真花啊呢。吼、哦，像迄个马卡族也好，也是讲迄个泰雅族、阿美族古，因阿讲讲，啊，阮这也是台湾话，我啊看这代表哪在瞧这两代志吼，所以为了本土的台湾人，就资格就对了吼、哦。所以这甲咱巴西，咱遐人远的，条条万里哦，毋是条条千里尔，这个中央哦，甲你发多谢，以你伫海外，一直咧搁关心咱台湾的前途，咱。台湾的命运就对了。我咧讲吼，阮当初互国民党关伫内底，啊，你是关伫外口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内外台共同来合作来拍拼。我今来讲的题目吼，是咱迄个希望与等待吼，我咧希望与等待。迄个在啊秘书长又讲个美国即个只讲 just wait， 就小林等吼。嘿，我讲啊个，哎，喊我爹要给我下呢，吼、哦，我这不是即马较喜欢的，以前要讲是我喜欢，啊个就是 hope， 吼、哦，个是希望吼、哦，希望等待。我用这爹要啥来？法国一个大文豪叫大仓马，这大仓马是呢写一本册吼，的世界迄个名著吼、哦，叫做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他有一个小村嘛，那大小要分哈、哦。迄、那个小村嘛，一下插花女啊，得回路哈、哦。啊，基本迄个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内底哈，迄、那个男主角呢，叫做 Edmund Dantès， 伊本来是一个中原咧行船的。来行船的时吼，迄、那个命运注定伊安那呢，吼、哦，就是改变伊的一生了。一行船的时吼，迄个。迄、那个圣赫勒拿岛，就是咧关拿破仑，迄个国度迄个所在。然后拿破仑呢，有写一张批，叫伊去当来法国。这个过程啊，相当精彩啊。这个结果的时呢，总用检举，一个检察官搁甲伊的未婚妻甲霸占伊。所以一路内底吼，迄个故事吼，恁来看吼，迄两大本吼，有计来看这本吼。迄、那个一出来了，我讲伊伫内底啦，伊十四档啦，啊当然吼、喔，减我一档啦，我总共十五啦吼，吼、喔、我入到十五，唔是按日入到啦，换过来所在吼，十四档伊真好运，拄到啥呢？拄到一个爵士，做好文呢，搁一个神父 gentleman， 伊伫内底教读册，教认知，教变啊做人，吼、喔。所以一个中原呢，腰身一变咯，马就变作了风度翩翩，啊，佫进入学问，看起了顶级的爵士现象。佮另外呢，这爵士要处理一件有一个宝藏，所以叫做了恶，所以有钱佮学问，然后腰身一变就是基督山或以及个爵士，了开始计划啥呢？变来复仇，了。有恩报恩啊，有仇报仇就对了。相当精彩，免得搭迄个检察官，迄、那个检察官霸占伊未婚妻的这個，啊个银行家什么货，迄、故事足精彩。但我讲的是哦，整个遐册几部看了的时阵吼，我一个结论，就是什么？人生活在希望与等待中呢。啊，所以我用这个吼，我缩减了心吼，来自人希望与等待中。所以咱呢，长时间吼，这个外来国民党监管咯，把咱欺负，把咱糟蹋，把咱凌迟啦。啊，现在我们希望什么？我们希望说把中华民国关挂出的归台湾，因为迄不是咱的国家。迄不是咱本土的政权啊，这是我们 的希望、哦、那等待什么？稍等呢，我来讲。
在当初的时候，咱个美国的时候，老实讲啦吼，这必须得一条来讲。我当初要加入台湾政府的时候，那个在门外吼，安尼从外关好像加三年哩啦，来回行李关了加三年。来讲这陆军官校入去内底，门内与门外完全两个世界，而且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但是我毅然就入去啊！但是咱功夫学不成呢，国民党抓起来。也许冥冥之中呢，当然我必须要到时机成熟了来台湾民政府了。在等咱知影讲咱隔壁国的心哦，起先我是好奇，还有带一个 question mark， 因为阮政治是人家，阮有国民党的欺负的，阮也有倾钱哦去隔壁国。但是够不行啊，所以东宫知影咱的林博士够行的时吼，我也好奇心所驱使，讲哎，家了解看卖，原来咱彼此的标的无同，所以无怪那呢，伊各换伊各一件，所以要来用来战争法，用国际法，用人权法，我想到就旧金山合约了。所以咱从细汉读册读家的时吼，气球。发出来，也唔知影讲旧金山合约写着什么东东啦，因为安那伊个封闭、个封锁，所以你读到的拢是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，迄个是战争中台公共的，迄个无遵守。你也知影咧，开罗宣言是1943嘛，迄阵等咧战争啦，战争台是同盟国台，同盟国讲好啊，啊台三甲，哦对付日本呐，啊战后台湾平和化，讲好安尼好啊。你个时阵，大家讲来拢好，大家无遵守。若战后1952年，伊个签咧48国家签咧，那个和平条约开始架杠，对法律上伊是最高阶了，对啦。法律的位阶是最高阶，所以今来咱个别国个人的是，因为咱这个法律高阶旧金山合约嘛，来咧规定的啥，来对咱台湾本土单人无国籍嘛，咱本土单人。无外国承认的政府嘛，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嘛。佮另外，美国你是这边的占领国嘛，所以咱你美国政府的是有义务，爱遵照咱原告所追求的、所诉愿的。所以等即马到最高法院底下停摆，就是咧等你美国政府准备好未？我们台湾民政府准备好未嘛？所以这是我们都一直在等待，所以最高法院也是在等待。但你最近的时候看到迄个高中迄个课纲在微调哦，你要看所有的台湾在本土的，包括教学协会，是不是老师团体拢出来咧抗议兼抗争哦？迄个王小波教授伊安那讲呢？伊讲的时阵要调整这就对了吼，历史。是已经发生的故事，但是未使乎有要注定当独立人吼，意思安那呢？来指导就对了。佮另外，来讲，迄个伊个微调是经过中华民国宪法，未使乎要注定遐台湾遐台独的人的心吼，用个理想吼，吼来编来规编就对了。别来受教的人来改变了，所以要按照中华民国宪法。个另外一个讲啥呢？讲咧修改宪，咧当初咧制宪的时候，伫南京遐，有恁台湾人代表参加啦。而且以后即部宪法咧台湾呢，佮修宪的时候有7届修宪啦。所以意思讲，你爱经过中华民国宪法。个另外较好笑的讲啥呢？伊讲社会的是安那呢？少数要尊崇多数，我讲起来拢真好听吼。结果咧，微调也是少数呢，伊讲咧尊重多数。伊啊，中华民国宪法当初是伫1947年1月7日，伊开始公布的时候，1947来记得无？咱就台湾发生228事件，拢是1947。所以迄个公布时呢，拢无实施啊。隔年就是1948年的4月。伊就开始冻结了中华民国宪法，一个啦动乱戡乱时期的对啦，吼、
所以把这个宪法的冻结，一直到当时呢，1991年的时候解冻啊，佮解冻的时阵有七项的修宪，所谓的前修、后修、安怎修，里面抓头抓尾，台湾都不是中华民国的，所以能够一个要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时阵吼，佮推较前的就对了。1936年的5月7日，伊叫做那五五宪章啊。五五宪章内底连中华民国也讨论雏形上早的，内底呢，伊那有包含啥呢？包含外蒙古，没有包含台湾呐、啊。所以两个人印证啥呢？印证台湾不是中国领土，就是当时，迄个伫1949年10月29日。就是中国去国挂出来的时阵哦，专来昭告天下，讲啥？伊讲的是吼，国民党遐积极分子吼，已经远离中国的边界啊，远离中国的边界啊，因已经逃亡到哪里呢？他国的领土，他国哦，他认为那时候台湾就是他国，所以专来一直在那里讲啊，他逃亡。他国的领土，所以事实上，以法律上，伊拢不存在啊。这个基中华民国，与周恩来即句话让咱讲，台湾就不是他们中国了。所以咧讲的伫咧维港内底哦，要调过是讲是，他是中华民国吼，啊，咱来基础即个列出来吼，你七处的修宪呐，拢伫修讲变啊中央选举。选拔法啦，阿边啊如何看那书记要终结啦，拢修遐，无修一了，你唔敢甲台湾讲修入正式纳入啥呢？中华民国宪法内底，中华民国宪法内底第4条有效，就是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，就是你领土，非经国民大会代表不得变更。我写了足清楚呢，但是呢。因第一个五五宪章内底呢，赶快第4条下，中华民国的领土有蒙古呀，啊内底就无台湾呐。啊，所以像为了讲到等下，你若讲要非经国民大会代表才得变更，那么即马无国大啊，各位知影吼？啊，现在没有国大啦，啊你去保险啦，唔知咩用？你大家已经瞎讲。要变成领土，一定非经国民大会代表。啊，今仔无国台，啊怎么变更？所以用安尼呢，拢骗咱台湾人，你知无？所以用五五宪章也好，用中华民国内底为头甲尾，台湾拢毋是中国的。好，所以我头来应用周恩来，你叫四九十一月七号昭告天下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安尼就知影，台湾因为逃亡他国的领土嘛，做袂起呢，台湾就是毋是领土嘛。所以讲，我们希望等待来的，吼、哦，我咧一直咧讲吼，我们现在希望什么？咱咧希望讲美国会当赶紧一摆，有咱各美国了的心吼，美国长时间，你为了对抗苏联这个集团、共产集团，你也牺牲台湾足侪心吼，啊来支持蒋介石这个集团呢，这个糟陋集团呢，这个不公不义的政权呢。既然脚踏咱领地，咱台湾人，但是60几年过啊，所以咱即卖是希望说的是咧，美军你会关一摆，所以伊长时间咧围堵这些吼，我讲伊等于好像是牧羊人啦，吼啊牧羊人的心吼，啊一个锤啊压咧海内遐咧吼，啊有雪茄加来加咧，啊拢伫咧拢树啊卡咧阴凉，过只羊娃咧叫啥呢？就拢叫迄个牧羊狗咧狗。迄嘴啊，竖的迄条牧羊狗就过只样啊，过个好色当当啊。咱台湾呢，就好像就讲一群啊啦呢，只啊遐羔羊了，对羊啊，我赶来赶去就对啦。牧羊人是美国，啊你牧羊狗，你即摆过门趟诶，我即个狗够吓呢，即个名够吓呢，哈，即牧羊狗够吓死吓死呢吼。所以咱关只羊啊时阵吼，诶，较早有关那个好色好色。虽然这是不是咱做羊仔群所愿望的，但是伊即卖领底只羊啊，脚踏只羊啊，
甚至讲要把这群羊呢卖隔壁庄林啦。所以这样呢，因为美国是看在眼里，我是叫你管这羊啊，啊管啊这羊啊不得不去，即马拢贵个拢起盘，你知？即马羊啊拢开始咧起盘呢，吼、哦！啊，然后佫想讲要卖隔壁庄，所以这个牧羊人要出手了，吼、哦！大家怎样？牧羊人要出手，这必须你也讲，当时的一百也讲，啊，怎么样出手？伊要代志。我咧中华民国的时候，伊当初离开中国大陆，这个顶一个靠伊咧，迄、那个南京吼，无用的中华民国宪法吼，都安尼走路歹咧啊。而且咱的土公啊，或者黄金啊，拢歹咧，安尼走路咧。一再来台湾的时呢，甲你用讲有一部宪法。慢慢来考，和你本土的台湾人，和你民进，和你成立，和你台人进来之后，纳入中华民国系统来的，你的运作，啊，共同安那呢？共同的时哦，引导咱台湾人错误观念去。所以咱台湾这回时，咱的学历、咱的学历，和恁读，主要就是安那呢？就是因为咱因为中毒伤深啦，所以必须安那呢？间隔大翻修、大改变。所以我中华民国一过来时哦，相机卡炸一迄个过来，有炸土地过来，无有炸啥过来，有炸因安内好像一顿土匪啊烧伤，也千几百，所以造成咱二八事件呢，长沙咱偌济几十万的人要台死，迄弄得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有一个咧白色恐怖。我经过白色恐怖十五冬啊，因为我是讲你是外来政权啊，你袂使代表咱台湾啊，咱想要用武力甲赶出去。但是呢，伫军校时，咱的功夫也无成，就是咱的绳也锁起来啊。这是人的命运啊，这人不管啦吼。你看你中华民国这个壳来打伫哪呢？打伫咱台湾人这个身躯顶。所以有一句咧，寄居蟹，你知影吼？咧寄生啊。你有一个壳，啊，甲你肉身斗做伙。你斗做啥呢？伊需要一个壳，啊，肉身做伙，伊开始生活，就相依为命。但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壳，含咱台湾本土，咱的肉会生呢，咱的长大呢。但这个壳袂大，因为我饲过鸡生，我知影。去年时我饲两只鸡生啊，一只投奔自由，到尾也四个一个造出来，吼、哦。我问迄个寄生仔，未寄生仔，讲奇怪，为什么三四个月时喏无食，啊佫未死啊？嘿，啊我找拢无，结果四个月我只是等于吼，会怕到佮走出来听恁啦。伊讲的是呢，过来过无食，马紧，啊伊暗的所在，说无过我找无哦，啊所以吼，然后暗时啊可能锁出来，咱唔知啊，所以我是只是哎，我走出来，啊所以我佮顶下是未了心吼。奇怪，第三日了，伊个总离开迄个壳了。我想讲奇怪是热呢，还是讲枵呢？我阁下苹果食，人家用只电风扇吹咧，讲惊伤热，所以可能吼，啊，这个家己戆哩个，迄毋是热，你看啦，伊是要找较大个壳啦。迄、那个壳因为伤细啊，无通容啦，伊需要找较大个壳，安尼会较能共生啦。啊，你唔知啊？结果第三日过者，系啊，找无较大个壳啊，啊，总跳伊啊！我惊一个讲系啊，啊，咱饲人饲甲死。我另外一只，我赶紧吼，从车载咧甲去找蛇丸吼，阮高雄一个蛇丸，我甲放生啦。啊，另外一只也是吼，啊，就死人，我到咱人给他水葬啊，吼，也是做一下搬去蛇丸个水葬吼。加这回一个系列，讲我该饲饲甲迄个，啊，我都唔知影讲你咧壳袂大，啊，你肉会大，吼，啊，你出来我阁唔知影讲你爱找新壳，啊，我无拢找新壳给你啊。所以今仔咱台湾人来提一个观念，中华民国壳伫咱台湾本土即个靠咱的生活，但即个壳袂大，咱的肉身会大，咱即个壳要拆掉，需要三面安尼开让共生，大家。台湾民政府啦，所以我谈到讲迄个牧羊人，佮感谢个，因为我把握不时间吼，迄个十点二十嘛吼，所以我讲
我谈牧羊人，美国因为咱个割锁了，啊，咱这顿羊也足好管的，但牧羊狗了，无精虫就对了。开始只牧羊狗要换，要换什么？要换什么牧羊狗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嘛，吼。我最后讲的是讲啥呢？因为咱当初个别国的时候，有两个强项。咱个别国的时候，因为是这换呢，美国是这三权分立著名的哦，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。因那换呢吼，唔是像咱家吼，啊有钱破身，啊无钱破身，啊咱家读书的时吼，都迄书啥穿起来吼，要成个乌白龙君呐。不管黑也好，白也好啦，只要钱来了，我替你变啦。但是美国不是哦，美国是你拿黑白接镜，一个烂诉讼哦，你的资格、跟你身份都会被降低哦。所以当然秘书长，你过美国时都来来往往的事业正当呢，都包括找律师呢，因为唔敢接啊。迄件吼，美国人我这烂诉讼，你要过美国政府的呢。所以你啊，当初想的偌困难，但必须因找迄个资料相当充分啊。所以过来时咧，当律师讲这 OK， 会当接件时哦，咱就有信心啦。到过来时呢，当法庭个人接件，哎，咱的信心十足。然后呢，因法庭要接件，已经超咱有一半胜数啊。所以大李尊啊，大郭部长啊，咧美国法庭接件。所以开始咧诉讼各类事人，结果我坦白讲过嘛，咱本来当然无国际者嘛，所以咧开始各赢的时阵呢，老实讲，咱伫的一个强项伫发言。另外呢，因为咱是军属政府也靠民政府，所以国防部是一直咱和咱联系，所以这方面也是咱的强项。另外两项，我们是比较弱项的，对的。你国务院、甲国会，伊国务院甲国会长时间，伫中华民国还阁作存在，还阁伫美国咧支持的时呢，因就互相咧盘乱，有感情就对啦。你嘛国务院的时，人家支持中华民国，所以有真济拢有来来去去的。佮另外，你国会的时阵本来咧选举，咱就透过美国。跳着系统的时阵吼，的政治现金和遐个咱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呢，啊，选掉了时呢，因就要支持咱这边，啊，遐资金拢是咱台湾人的汇挂钱呢，拢纳税人的钱呢，也可以和伊遐做政治现金，所以因调起了哦，有台湾连线呐，因无讲中华民国连线呢，对不对？遐众议员和参议员因支持台湾的时阵。支持台湾呢，但唔是讲支持中华民国。但建立讲台湾的心咯，伊拢该还做中华民国。我咧搞袂清楚，讲伊是咧支持中华民国，其实伊是咧支持咱台湾啊。啊，所以咧，国务院内底，咱讲吼，对，到咱个人一直现在在停摆的最高法院的时阵，因最后那呢，国务院的律师讲，我放弃抗辩权。但放弃抗辩的是回到公德等来，你别个法律是我放弃抗辩，雷公你原告这些我都认了啦。恁在听有吼？雷了王葛桃一心一心葛接呢，弄掉了，我认了啦。所以我放弃抗辩。所以当国你放弃抗辩的时阵呢，就是等于烂这个弱项里面又变成强项。最后一项的是咱国会。国会是咧，伫去年8月26号，因了就服务研究小组的时阵吼，因有安那呢研究一个题目，叫做中国台湾，然后呢一个中国政策的演进，内底吼因再度重申呢，等于讲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拥有。台湾的主权，所以你的杂工界的艺术家朋友，国会一个认知，所以主权在哪里？一定知呀。所以烂呢，为两个强项之后变成四个强项之后，各位台
恁的蛋哦，等待什么？在必须你有讲嘛 ？Just waste 的蛋，等什么？必须你也说明嘛？我们希望什么？我们希望因为咱个别国了些人希望，当初你中华民国才脚踏兵啊过来，才铁甲兵呢，是你美国军干部载过来。我们希望什么？希望你这个再造楼啊，啊，如果要再一堆呢，是你美国的代志啊，这不是咱台湾民政府的代志啊。我们的希望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们等待什么？我们等待你美军赶机入来了，把伊六十几吨内底伫咱台湾所制造的、所留落来，即阿里不大的，而且笨手呢？都清清掉，这是我们希望与等待。你请假的笨手，不是你叫咱的民政府哦，是你美国啊，因为你美国关系了你造成的，遐铁甲兵你载过来，啊，然后呢，借着笨手，啊，再铁甲兵啊，拍摄，咱各地往各赢了，希望你家的那个再造。所以我讲，今天我们用希望与等待。这个题目的时候，对咱所有的来接受台湾政府这个学历、咱的学历、研究来的，咱必须要整个观念拢要做清楚。就是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，我们台湾政府是咱按照旧山河、按照这政权法来的，按照国际条约来的，我们成立了台湾民政府，就叫嘛双轨。一个是有美国授权的，啊，而且执行也叫台湾当局。较早是咱唔知啊，哦，像迄个读册吼，那出外要出国写的 ROC 啊，那 Republic of China， 刚写的顺序啊，哎，顺顺就对了。啊，即摆想起来讲卡闲呢，啊，即摆连白宫把 ROC 都揢掉伊啊，那要中华民国啊，所以是台湾当局嘛。啊，所以这个担当叫新。是美国暂时伊管要袂收等以前，因我们要遵从因的法规嘛，所以必须你得来讲吼，我们不要跟目前中华民国这个政体吼挑衅嘛。对，是安那一做伊个，又不来说的难道伊阿处理？啊，咱呢，唔当喝阿比台个赛劳，欧北部啊，吼，因为台民政府，你政府我哪政府，都欧北部哦，安尼绝对唔对的吼。所以各位来同心，来千万爱记一点。因为最后就是鼓励大家同心，因为恁有迄个机缘来，不管你是看到网络的，啊朋友同学大互相介绍来，总是咱大拢有机缘。我大家人讲吼，迄个信宗教的吼，有大家讲吼，啥物叫做缘啦？迄足奇怪，你是观音菩萨。伊要人多普度众生，伊那是多有缘的人哦。哦，我记一个的人哦。我讲非洲有一个伊索比亚吼，迄老基因的心呢，遐囡仔拢饿到大头壳啊！你知吼？饿到大头壳，咱都看有。难道你菩萨不看到吗？你为什么遐饿到大头壳？你没去甲救？原因在哪里？他都无缘啦。他是度有缘人。所以，咱台民政府，恁今仔日吧，落些个缘分呐，啊，希望大家共同安那呢，大家三甲做伙，含秘书长大家共同为咱台湾来写一轮那呢，相当有意义而且神圣的历史的一页。以上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感谢。各位同心啊，这里有一件事哈，就是如果你有捡到徽章的徽章哈。好，麻烦交过来我这边，谢谢。好，现在下课休息十分钟。好，今晚下课休困十分钟。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分。